这只鸟的腹部羽毛脱落，皮肤有许多的皱纹，因为它正在孵蛋。这块皱皱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孵卵斑。台湾蓝雀只有母鸟会孵蛋，因此可以确定这是一只雌鸟。台湾蓝雀公母鸟外形相似，无法从外观来辨别，但因为雌雄两性的 DNA 不同，抽血检验血液样本也是检测蓝雀性别的好方法。